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我食沙律，有加奶油，我系俾佢冰出嚟嘅菜，有鸡，生菜啊，但系唔知好肚饿啊，食晚餐嚟嘅，到底有整臭麦粉。好爽，諗住食得健康啲，所以食沙律。沙律有五加蘿蔔，好食啊，特別爽。有冇廣東人啊？都係講廣東話。大家支持喺 YouTube 同哔哩哔哩，多謝多謝。希望大家可以輕鬆啊！
最好味因為啲肚餓嘛，你自己煮咧特別好味。Thank you.